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明宜老师。今天呢，是我们暑假，也是我们国一的第一节社会课，然后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大家。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的上课内容就是从我们将来进入国中正式课程的历史的第一个章节开始。好，那先很快的、简单的跟同学介绍一下有关于国中的社会科。它就很明确的分成三个不同的科目。以前你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本社会课本，那里头呢，这个章节的内容啊，也许有些比较混杂，有一点地理，又有一点历史，又有一点公民，好像大概是这个样子啦。好，那但是从国中开始，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分科，地理、历史、公民，在一本书里头，我们各自会把它分成六个章节进行跟同学就是介绍。在第一册跟第二册都是以台湾为主，好，那就是延续国小你们所学的内容。因此，同学在一二册的社会科学习上，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困扰，就是它都是老朋友。只是呢，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要更深入的去认识他。那因此在教材内容不陌生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其实老师觉得有一点是国中跟国小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来自于读书的方法还有习惯。好，那因为国中开始内容会变多，会变得比较杂，比较深入，所以如果同学希望能够在段考的时候考高分，绝对没有办法像以前国小一样，就只是在课本里头阅读完，然后写测验卷就可以去考段考。你可能必须要更深入的去思考课文里头的内容，然后你会发现这样会比较有助于你在复习写题目的时候能够更得心应手。那你也可以比较清楚的去感受到这个学科跟比如说社会科跟其他生物啦、英文啊、国文啊学科上面的差异。好，那所以呢，在这一年当中，除了跟同学介绍段考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带着同学学会如何去准备，如何去念社会科。好，那今天我们就会开始了。但是因为不知道大家国小的时候到底学了多少东西，然后再加上呢，我也习惯上觉得课本里头的内容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够，所以你只念课本，后来去写题目，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这个课本里面没有，或是好像有点搭不上线。其实不是你没念熟，也不是课本里头没有，是你没有读到文字背后那个更深入的地方。因此我会每一次在上课，只要是就是一个单元，我都会尽量的在课程的范围之内补充很多的正相关，让同学可以学得比课本更多，但是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补充。这样子呢，你的社会课会比别人懂得更多，那你写起来就会更得心应手。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会希望你能够喜欢社会科这个科目，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正式进入的是二之一，史前台湾与原住民文化。好，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讲义的22页，请同学帮我打开。你没有22对不对？那个雨萱跟外面说他没有22页讲义，他没有讲义，要从历史开始印，请外面他们印历史，印历史讲义。好，为什么要从历史开始讲哦？因为第一次段考，应该这样讲啦，就是历史的内容比较多，比较多一点点。好，然后再来就是呢，心理问题，就是地理的第一个章节都在讲经纬线、算时区。不要讲国中生，连高中生都很不喜欢。那我觉得暑假就是，当然地理我们也是要学，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
然后它比较具有故事性，有画面性，有戏剧性。我们可以从历史先入门，然后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进到地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历史的课程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提早一周先开始，这样时间上会比较足够，比较能多讲一点。OK。好，我们这一个章节的学习重点有：一、台湾的史前文化，等一下会带大家认识旧石器、新石器、金属器。好。二，我们要认识台湾的原住民，然后我们会提到原住民的起源，还有平埔族跟高山族。首先要认识史前，那一段不见了。OK， 没关系，好来，要认识史前啊，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什么叫做史前？什么叫史前？好，你可以看一下那个22页讲义最上面的地方有一个史前时代跟历史时代。好，那所谓的史前呢，就是有历史之前，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讲义上面把它分开。好，同学，这两个的差别啊，就是在于文字的发明。来，请你帮我把空格填进去。那文字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以中国的时间来看，大概是商朝，是商朝的时候。所以在有文字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拿文字来干嘛？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叫做记录。我们可以拿文字来记录东西，那历史就因此被建构起来。所以历史时代我们可以透过文字了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老祖先他到底在干嘛，他做了哪些很瞎的事情，很神秘的事情。那没有文字记载怎么办？我们就要透过两个东西来认识老祖先的生活。第一个，遗址。遗址或遗迹。好，第二个，传说。那当然哪一个比较可靠？绝对是遗址嘛。可是遗址比较大的问题是啊，它必须要我们有挖出来你才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哦，那没有挖到你就没有办法想象，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可是传说也不行啊，传说很瞎，对不对？什么一个人的身体，然后马的头，或者是什么人的头，蛇的身体，然后他们还可以生下小孩，然后或者是什么从石头里头蹦出来，这种当然都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传说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在那个时候原来人类已经这样生活。可是遗址它比较可靠，可惜的是要挖到才有。那传说的话呢，它极富想象力，空间很大，所以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答案是都很重要，只是我们大部分在学习会比较偏重遗址，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然后用遗址加上传说帮助我们建构史前时代。那历史时代我们就靠什么？我们就靠文字，这样子。 OK， 好，所以请同学那个文字的发明记得要填进去。好，然后你帮我在
史前时代把橘色的这两个遗址跟传说也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史前时代开始，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就是几个有关于史前时代的关键字，好，一些专有名词。第一个叫遗迹，好，什么叫遗迹呢？它指的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留下当时活动的痕迹。我们就称之为叫遗迹。那什么叫做遗址？那就更简单啦，遗迹出现的地方。好，那这个遗址就是我们可以挖，我们可以认识的那个地方。特点第一个，年代很久远，通常埋在地底下，所以我们要靠挖才能够找得到。那有时候啊，遗址的发现其实也很突然，因为它毕竟在地底下，所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会出现在哪里，所以通常都怎么样被发现啊？比如说，挖井，挖着挖着挖着，哎，就突然挖到了一些感觉看起来很厉害的酒杯，他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啊？那或者是呢，大陆有农夫挖土地。挖挖挖挖一挖，就挖到了一个人头。他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挖到一个人头，那你怎么样判断它是人头？挖不是骨头哎，它是人，然后有头发的那个形象。就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哦，结果他们就不敢再挖啊，因为就觉得下面好像有人哎，再挖下去啊，万一挖到不该挖的怎么办？”那你是不是挖到人家的老祖先？这样不好，所以他们就赶快联络政府，请政府的人来看。结果大力开挖下去之后，才发现那是什么？就是兵马俑。好，整个兵马俑坑的出土就是这样来的。现在那个故宫不是在展兵马俑吗？可以去看一看。好啊，就是当初他就是挖到那个兵马俑的俑，其中一个俑的头，就他以为是真人。吓一道，然后吓到之后，他停挖，结果意外的才发现，就是这么那么壮阔的兵马俑坑，所以其实往往遗址都是来得很突然，意外。台湾有几个遗址都是这样子出现的。好，那遗址通常我们会以发现的地点命名，可是啊，人类一块土地生活的人类不会只有一群人。它会有一群、两群、三群，慢慢、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会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今天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过不久之后，他们可能我们都会不在了。那不在之后，还会不会有人类在这一块土地上继续生活？会，哦，会。所以他们会慢慢的覆盖掉我们以前生活所留下来的痕迹。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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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覆盖过去，所以呢，层层堆积，这个是遗址最大的特点。那我们会按照这个不同的一层一层一层，我们就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文化层。那在这种文化层，它的这个一个地方，如果你继续往下挖，你就会挖到更久以前的人类。你可能在表面上看到的是现在，然后你看现在的房子、树，
可是如果你沿着它继续往下挖，你可能会挖到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但是为什么？那你就老师，那很简单呐、啊，我就随便找个地方，那我会往下挖，我也可以挖到遗址，我也可以出名，我也可以写一篇论文。为什么我们不会这么做呢？因为其实很多的土地都已经开发成为农田，都已经被破坏掉了。可能原本的遗址它早就已经都消失光了，好，或者是它表面上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探知。那因此就是像台湾这个地质年代比较年轻的地方啊，我们的遗址就比较少，我们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岛。你看那个中国大陆随便挖都是坑，随便挖，有没有？随便挖一挖，那个农夫，他们的农夫啊，随便挖一挖，不小心挖到了什么曹操的衣冠冢，挖一挖，挖一挖，挖到兵马俑，挖一挖，挖到一个春秋战国的什么编钟，他们都这样子。那、啊、台湾，你就是挖一挖，再怎么挖，挖下去可能不是骨头，不然就是垃圾，对，就有点哀伤。所以你在台湾念这种跟考古比较有关的，可能比较没前途啦，不过事在人为，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考虑看看。好，不过文化层呢，它其实是在我们学习就是这种史前文化遗址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记得了，就是月下层。月古老。所以请同学帮我找一个空白的地方，就是22页上面不是有空白的地方吗？来，请你帮我把文化层这三个字写下来，然后请把这六个字写下来，月下层，月古老。好，那史前呢，我们按照挖到的东西，我们把它分成旧石器、新石器跟金属器。好，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什么叫旧。很简单，就是有人比较新，所以它就比较旧。那想说，那旧是怎样？就不好吗？烂烂的吗？不，旧就是比较原始的意思，技术是比较原始的。好，距今多久呢？大概50000年前。来，请同学帮我把万这个单位圈起来。请同学在讲义上把万这个字圈起来。那同学先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哦，题目出现的时候我怎么样判断它是旧石器？当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所以我们从哪个地方来挑？就是万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反过来讲，你只要在题目里头看到一个题目的时间叙述是好几万年前的某个地方，同学只要出现几万年前就是什么旧石器时代，所以赶快务必把万圈起来。记得哦，看到万想到旧石器。再强调一次，历史什么很重要？时间很重要。你的时间点对了，你题目要错就不容易。啊，你如果时间点不对，你就是瞎猜啊，对不对？啊，你都念书了，你干嘛瞎猜？好好，再来。什么叫原始啊？原始就是哦，老师我知道，原始就是没穿衫、没穿衣服，跟他一样，你看他都裸奔哦。好，这也是原始。以前这是人，这不是猴子，这是猿人。
人类一开始是猿人，然后后来慢慢变成真人，就是真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叫取名叫真的人？其实他很可爱，因为你看他不觉得他是人，所以我们跟你讲他是真的人，然后再慢慢的发展到现代人。哦，那这个猿人跟人猿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字是形容词，这个是像人的猴子，这个是像猴子的人。哎，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直立，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站挺，你有没有办法站直。一般来讲啊，猴子他们的两只手跟我们一样已经可以腾空做事情，可是哦，猴子啊，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它都是弯着腰的，它都是这样。你说你演戏的时候，然后老师跟你讲你演猴子，然后很多人就会弯腰，然后呜这样乱叫，有没有？因为猴子它比较，它的脊椎是没有办法打直的，可是它的双手已经可以做事情，所以这跟人一样都是灵长类。可是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脊椎是可以打直的。所以我们是直立的，所以我们是人类。所以你常常在路上如果走路驼背弯腰驼背，那个爸爸妈妈都会从后面有没有打你屁股，然后跟你讲做人就要怎样抬头挺胸。想说哦很累呢，有时候站很久有没有就懒惰啊，歪歪扭扭的啊，有没有脊椎侧弯啊，这样子。对，爸妈就跟你讲站挺，人就要抬头挺胸。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如果你不抬头挺胸，你就是猴子，那猴子没办法，记得哦，就下次要怎样抬头挺胸，好不好？好 ，OK。那再来就是呢，他们的原始还可以反映在制作东西上，制作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他怎么制作？而且我给你两块石头，我丢给你，然后我跟你说。你帮我想办法把它们变工具，就两块石头，那是要变什么工具？好，如果我叫你拿两块石头切青菜，你怎么办？那你是青菜拿着吧，然后嘞，您是这样子，这样敲啊，不然能够怎么办？然后把青菜的根敲到烂，后来有脑袋的就会想说，这青菜的根是怎样敲到烂，敲也敲不烂，然后你越用力，在很用力的情况之下。那个石头它可能就会断裂，那这时候断裂就会怎么样？会产生断裂的面，那个断裂的面是比较尖锐，你就发现，第一步可能是你不小心被刮到，哎呦，会破会流血，那你会流血，青菜的根会不会被你切断？会吧，那你就再拿那个石头嘛，去切青菜，快多了，那你就会发现想说原来我就是需要这个尖尖的面，这个尖尖的面太好了。可是刚刚那个尖尖的面怎么来的？是不是你用力敲，敲来的？所以怎么办？当你发现我这次断考之前，我狂写了，比如说100张社会考卷，所以我社会科考100。你的结论是什么？写100张社会考卷，社会科就会考100嘛。所以如果你下一次想要再考100分，你会怎么做？再写100张社会考卷，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吧，复制啊。复制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敲，就继续敲。所以这个时代的人类，东西拿起来就是敲，敲，就是敲，就是这样。OK， 所以怎么样制造生活的东西？来，打制石器，把打填进去，要填空哦。那石头是比较容易取得的生活用品，日常生活周遭就比较容易拿得到的。好，那还有这个骨角器，就是野兽的角。野兽的角都可以拿来格斗了，怎么不能够拿来当作工具？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石头、骨头，他们都怎么来的啊？同学，捡来的。是不是他们自己生出来的？不是，不是。OK， 这种都是采集的方式。都是收集来的。
我所需要的东西不是我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想到我制造出来的，比较不是，是老天爷给我什么我就用什么，好，反映出什么就原始，对不对？好，不过再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五颗星这个地方已知用火，同学请你把它画起来，然后前面给它五颗星。好，我们第一次认识史前时代，好好的整理一下，用火可以干嘛？第一个火，你会想到什么？煮东西，对不对？好，所以生食。这有什么意义？生食到熟食有什么意义？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讲“茹毛饮血”，就是很原始的、很野性的，吃生肉、喝生血，哦，所以生食是什么？野蛮的象征。那跟野蛮的相反是什么？同学给你选，你觉得是文明还是文化？哪一个？啊，是文明，不是文化。文明的相反词是野蛮，不是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同学，你可能以前会觉得这两个名词没有什么差别，不。刚才老师已经讲了，对不对？其实他们是很有差别的，哦，我们要很重视定义跟正确的观念。那所以从生食到熟食代表什么？代表文明的出现。好，再来第二个，人类呢是唯一会用火的动物。人类是唯一会用火的动物，意思就是其他的动物他们是不会用火的，因为火很烫，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火，让它不会伤害到自己。我不知道同学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还蛮好，其实还蛮好看的，叫做《与森林共舞》。然后里头的小男孩他是一个人，可是他被一群野狼所收养，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狼，可是他又知道他跟人家长得不一样。那动物都很讨厌人类，因为觉得人类很野蛮。其中就是有一只老虎，他就有一次，就是在他们狼群的集会的时候，老虎就突然出现。然后那个老虎啊，好像是下雨啦。然后下雨之后，河流会提高，然后很多动物就到河边去喝水。啊，这个小男孩呢，就跟着他的狼的兄弟姐妹一起要到河边喝水，结果老虎就突然出现。然后他的妈妈跟他的兄弟姐妹就跟他讲，哦，你去躲起来，你不要站在旁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很讨厌人类，因为人类很可怕。但是这一群狼，他们却养着一个人类，所以那个他的那个母狼妈妈担心老虎会对他不友善，所以就叫他就是躲在后面，或者是躲起来不要出现。结果这个小男孩就是很皮嘛，他不听话，他又跑出来，然后就被老虎发现了。
那老虎就觉得说，这个狼你们偷藏人类，你们要付出代价，你们居然养这么可怕的东西在我们的森林里，然后他就一直想要把那个小男孩给杀了。然后他的小男孩的狼爸爸为了保护小男孩还跟老虎打架，后来还受伤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小男孩就为了救他的，为了保护他的狼族，他就只好离开部落。那有一只黑豹就保护他，那个黑豹跟狼他们是好朋友，就保护这个小男孩。然后他在路上还遇到了一只熊，对，然后就一只熊跟一只黑豹，那还有这个小男孩，他们就三个就到处跑这样。那黑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他不要让小男孩回到部落，因为小男孩不知道他的爸爸原来已经死掉，就是那个狼爸爸已经死掉，如果被小男孩知道，他怕小男孩会去复仇，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就不要他回去。然后结果后来不小心，这个小男孩过程我忘了，小男孩还是知道，那小男孩就很生气，然后小男孩就想要救他的部落，他觉得他要回去面对。那然后当时候呢，我忘了是黑豹还是熊，就带他到一个山崖，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回来了，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亮亮的地方，亮亮的那个地方，你去那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地方，你真正应该要生活的。然后小男孩问说，那是哪里啊？他说那是人类的村落。为什么动物一看就知道那是人类的村落？为什么？然后小男孩也不懂，他就看着那个黑豹，然后黑豹就跟他说，你有看到那个亮亮的东西吗？它叫红花，红色的花。然后它叫红花，红花很可怕，很可怕，它曾经灭了我们，只有人会用那个红花，它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小男孩就，什么是红花？然后狼就跟他讲，豹就跟他讲说，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但是你们人类都不怕它，去吧，你去找人类。那小男孩一开始不肯，结果小男孩还在扭捏的过程当中，老虎出现了，然后老虎伤了黑豹，然后也伤了熊，然后老虎要吃掉小男孩，所以当时候的小男孩为了要救黑豹，为了要救熊，而且小男孩听到他的爸爸，哦，老虎很得意的还跟他爸讲，还跟那个小男孩讲说，什么我杀了你爸，然后小男孩为了要救他的部落，他一气之下，他想到了，反正他就想到那个红花，因为他知道动物都很怕他，他不懂为什么，他决定要去找人类借那个红花，因为他要拿那个红花伤害那个老虎，因为老虎一直跟他说人类很邪恶，人类会用红花，红花很可怕，所以他知道老虎会怕红花，然后他就跑到人类的村落，结果他还没进去之前，他发现在墙壁上就有红花。那什么东西是红花呢？其实就是火。那因为人类部落要有光亮，所以他就拿木头，我们就说拿木头，然后前面包布，沾油，点火，不是就会有那个火把。那他们就在墙壁上就做了一个架子，然后就把那个火把放在墙壁上。所以小男孩还没有进到村落，还没有进到那个门口，他就看到墙壁上有红花。他不是要去跟人类一起生活，他是要借红花，所以小男孩就把那个火把拿起来，他就看到火在上面嘛，人类版就不怕，他就拿着那个红花，他就往森林里头开始跑，因为他要拿那个红花去制服那只很邪恶的老虎。结果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同学，你有拿过火把吗？你知道火把拿着在一直跑、一直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有火花会掉落下来。结果小男孩他就肾上腺素发达，他就狂奔，就拿着那个火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等到他拿那个火把出现的时候，不止老虎，所有的动物全部的人都通通都往后退，因为所有动物们都打起来。然后他为了要保护其他的动物，他就拿着那个红花去挥那个老虎，然后那个老虎就冷笑说：“
我跟你讲，这边不是只有我怕红花，你看看后面那一群，所有的动物都离它超远的，连黑豹哦，跟熊，还有它的狼妈妈，通通都出现了，所有人都离它很远。对，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火把，然后他就一直弄那个老虎，而且他就跟，然后老虎就跟他讲说，你看，他们都怕你，怕你的红花，你现在不受欢迎，而且红花很厉害嘛，你回头看看你刚刚经过的地方。然后小男孩就看着他刚跑过来的路线，森林大火全烧了，因为他拿着那个火把一直跑，那个火花就一直往后飞，结果他跑过的地方有那个火花掉在草上面，掉在树上，树的旁边，结果就烧了一圈，他把森林给毁了。然后那个老虎就说，你看，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他们那个红花很可怕，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嗯，结果后来我记得故事最后好像刚好是下了一场雨，就把那个红花给灭了。然后当时候的小男孩才知道，原来红花就是火，嗯。然后其实这部电影它的结构很单纯的，就是小男孩住在森林里面，然后动物要恐吓他，但是他们就是运用红花这个题材。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拿来伤害动物，可是你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自己。然后就是什么森林大火，是一部有环保意识的，可是电影很好看，然后内容呢我觉得也很有深度，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电影院，应该已经下档了，你可以租 DVD， 叫做《与森林共舞》，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类很原始的状态，还有动物真的会怕火这件事情。所以以前的人啊，他住在山洞里，那如果动物出现，野兽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嗯，你就拿红花去吓他，你就拿那个火把嘛，你一挥，你只要挥，想办法弄出火，你一挥，然后动物就会往后退。所以火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安全。保护自己的生活。所以为什么用火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把它视为是人类的开端，原因就在这里。可以哦，这个东西以后我们都不会再说的哦，你要现在把它学起来哦，好不好？好，再来下一个。这时候的人类还不会农耕，所以我们只能够吃老天爷给我们的。所以来发现、采集、狩猎、渔捞，全部都是老天爷给的。而且这个我们统称它叫做采食。采集食物，不是生产。是采集，然后旧石器的原始还可以反映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也没有房子，那没有房子要住哪里啊？要挡风避雨躲野兽吗？来，洞穴跟掩映。但是我要请你帮我写的是房子，然后后面打一个叉。同学，没有房子。没有房子，OK， 好。那如果我们以台湾来看的话，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实在是离我们现在太远了，好，太远了。所以对外关系跟台湾没有什么关，反而跟中国的华南地方比较有关。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同学细讲一下长滨文化左正跟王行。好，好，
先请同学帮我翻到讲义的23页。好，翻过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台湾的旧石器时代。第一个标题 A， 台湾的旧石器时代，后面括号请划线，皆属晚期。旧石器时代可以分成早期、中期跟晚期。好，那旧石器时代呢有三种文化，第一个叫做佐证人。好，佐证人在哪里发现的？我们刚刚讲过了，遗址通常都是以发现的地点命名，对不对？所以佐证人呢就是在台南的佐证区。可是很可惜的是啊，我们同学要注意哦，我们称它叫佐证人，我们不称它叫做佐证文化，因为我们只有发现一个脑骨，就只有发现它的头壳就没有了，所以它是目前所知台湾最早的，请划线，人类化石。它只是化石而已，所以它是属于补充的。同学记得哦，不要选佐证文化，我们通常不这么说，我们只讲佐证人。好，然后跳过中间，我们先看第三个，叫做网形文化。网形是什么？也是地名。在哪里发现的呢？台湾的西北部，尤其是苗栗啊，这边发现蛮多的。那我们就只知道说网形文化有一些打击的石器，然后在台湾中北部的丘陵地带，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最重要的就是它。好，请同学来把标题的空格填进去。什么文化？长滨文化。你在国小可能有稍微念过长滨文化。刚刚那个声音是外面的风在吹吗？还没哦。这个时候长滨文化在哪里呢？台东县长滨乡。要不要背？要，要。所以同学也要画起来了哈。台东县长滨乡，这个时候的长滨乡应该已经风强雨大了。我也有在台风快要来的时候，在台东县长滨乡，每年暑假啦，你去花东玩，要遇到台风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我就为了要看那个长滨文化，爬到它的山洞里头。但是同学，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它不是山洞，它是海蚀洞，就是岩石透过海浪的侵蚀挖掘出的凹洞，然后我们称之为叫做海蚀洞。OK， 那原本它其实应该是非常靠近海边，为什么现在会看起来像山洞？好，那个跟地理有关，那是因为板块挤压，板块推挤把它推上去了。好，那我为了要看那个山洞，我们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很壮观，因为长滨乡那边是海边，那台风要来会打长浪，然后再加上那个山洞的回音很大声，你就会听到那个海浪一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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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蛮恐怖的，但是很漂亮啦。台风不要来会比较好，然后所以台风过后，暑假有空同学可以排一趟花东之旅，记得把长滨文化放进去去看一下。好，那长滨文化的第一个重点有没有看到？时间50000年前，同学数字万又出现了，再帮我画一次。我们说了旧石器时代距今就是以什么为单位？以万为单位，对不对？好，第一点，使用的器具有什么？打制石器、骨角器。这个我们刚刚都学过了，不重要。第二个，生活方式以及用火、采集、渔猎。住在洞穴或岩印中，是不是刚刚我们学过的？不重要。OK， 第三点，打勾。
台湾目前为止所发掘最古老的遗址，可是挖到的不多，因为后来的那个山洞已经全部都变成是，就是有一些宗教人士发现那个山洞觉得很特别，所以就在里头摆了一些神仙，它就变成已经被开发了，就遗址被破坏掉了。好，第四点，五颗星。那再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人类，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是长滨文化人，我觉得这人哪里来的啊？为什么台湾最早这块土地上有人类？他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从哪里来？他从中国大陆走路来的，从中国大陆走过来的。哎，为什么有办法走？为什么走得过来？因为，请看讲义，此时台湾海峡是陆地。而且我们知道吗？台湾海峡应该是海洋。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台湾海峡是陆地呢？因为冰河时期。冰河时期，北极结冰，它就会把水吸到北极。那它把水吸到北极，台湾海峡的水就被吸过去了。那台湾海峡的水被吸过去之后呢，海峡的水位降低，陆地就露出来。那陆地露出来之后呢，老祖先就可以从中国走路来到台湾。所以这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很明显的是相连在一起。它是相连在一起的。同学，下一句话再画起来。长滨文化时期，第二句话画线，台湾与大陆相连。所以这些人他们从中国过来，那我们台湾对应过去刚好就是中国的华南地区。华南地区，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台湾跟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个长滨文化，来，我们很快的给它几个重点。第一个，在哪里发现？台东长滨乡。第二个呢，距今50000年前，万很重要。三，台湾最古老的遗址。四，好，他们这个时候台湾跟中国是相连在一起的，因为冰河时期的关系。好，然后我想要请同学看到第二点，生活方式以及用火、采集跟渔猎，住在洞穴或岩印中。帮我把洞穴这两个字圈起来。把这两个字圈起来。好，底下帮我写上海石洞。好，有什么海石洞比较有名呢？比如说八仙洞，写进去哦。比如说潮音洞，来，我们再讲一次，请同学帮我把第二点的洞穴圈起来。好，圈起来之后呢，请你在底下帮我补充海石洞。那长滨遗址有两个著名的，不止两个哦，很多个哦，很多个哦，有两个著名的那个山洞，一个叫八仙洞，另外一个是潮音洞，就是长滨文化人的小豪宅，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那后面有森林，前面有那个海边，他们可能就在海里头捞一些贝壳啊，啊，后面有森林就可以采果果啊，可以吃啊，这样子。
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上面的图哦，哈。好，这个就是长滨文化，这是以前的想象图。那这个洞我们刚刚讲了，它是海蚀洞，顾名思义，它是海浪拍打侵蚀岩石挖出来的洞。那后来经由地壳的抬升，就让它慢慢的从海里头变成海边，然后退到山上。那八仙洞呢？这个系列，哦，你看到这是潮音洞。但是你看它现在都已经被人为破坏掉，因为以前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是遗址，是很珍贵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摆神仙，可以拿来拜拜，就破坏了原本的那个整个地层环境。然后这是潮音洞，它是长滨文化出土遗物当中最丰富的一个洞穴，它是长这样子的。好，那你看又摆了一个神仙，怎么又被破坏掉了？好，那那个这边，这个就是敲击、敲打、打出来的，你会发现它的纹路是不规则的。哦，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碎片，碎片掉落之后剩下的部分，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棱线啊、尖端啊，去敲东西啊，去挖东西。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佐证人他的头骨，那我们就发现这样一块头骨，因为佐证人他是在那个台南的菜寮溪被发现的，附近都农田，有一个在捡那个化石的教授，他在捡化石的过程当中捡了很多化石，就发现哎，这个东西长得应该不是一般的石头，他就拿去那个仪器做分析，成分分析才发现啊，它真的不是石头，它是人骨。那因为那边发现人骨，然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研究。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挖到了蒙阿波，可是探测的结果，这个人类的人骨应该离现在还蛮远，还蛮久的。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所以反正呢，后来他们就去研究，然后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人类出现过。那有学者认为这一群佐证人。这里中间是中央山脉，他们认为啦，当时候佐证人就是过中央山脉来生活。那你从佐证对过来中央山脉这边，这边是佐证，这边刚好就是长滨文化，所以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他们应该是佐证人有过去的，就发展出长滨文化。好，由此一说，好啊，你看到这个是网形文化的石器。你有看到这个都是敲打出来的痕迹，好，好，来，我们翻回二十二页。好，翻回二十二页呢，我们要介绍第二段，就是比旧石器时代进步一点的，叫做新石器时代。来，同学请注意，有没有看到时间变成什么？以千为单位了，就不是万了。啊，同学，这个千就不用记了，万了再记就好了。好，再来，使用的器具，第一个比较进步了，这一次不用敲打的，我们用磨的磨制石器。要填空格哦。好，第二个同学。他们的制造已经可以从无到有。什么叫做从无到有呢？就是把泥土打造出从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形状，石头就是石头嘛。但是我们人类已经开始把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形状打造出我们需要的形状，就是陶器的出现。要填空格哦。陶器的出现，好，第三个有玉器作为装饰，一样把玉器圈起来。欸，什么样的人会佩戴玉啊？比较有钱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代表这时候有什么阶级？人类的社会已经发展到有阶级的程度。
好，最大的突破来了，同学，红笔，务必一定要用红笔画起来。新石器时代，人类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画起来，农耕。好，为什么农耕很重要？我们针对农耕来写一个笔记。好，那同学这个笔记呢，你可以把它写在22页下面有空白，或者是22页最上面有空白的地方都可以。农耕就是人类会开始试着去种植作物，然后我知道我挖一个洞，然后我把种子丢下去，然后丢下去之后呢，太阳一晒，雨一降，它就会长大。那我不可能今天种，它明天就长出来，我是不是要等？那我在等待农作物生长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我可以离开吗？我可以跑走吗？我可以离开这块土地吗？不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因为你一离开，别人就来了，所以你种的东西，你种下去，这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你种下去，你离开了，别人来了，是不是刚好就成熟，拔起来他就吃掉，对不对？所以笨蛋才会离开。所以呢，农耕会带来什么？定居。好。那你跟这一块土地，他跟这一块土地，大家都定居下来，你就每天都会看到同样的人出现在你家房子的旁边。同学，这个就是什么？邻居。好，那慢慢呢，你们的聚落会变得越来越大，对不对？那这个越来越大的聚落就可以发展成部落。那有一个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有看到的那个广告，部落就会怎么样？就部落就会发生冲突啊，不是有个电动吗？部落冲突吗？他不是一直在喊部落跟部落之间会有冲突，那如果我打败你，你是不是被我并吞下来？你是不是被我吃下来？那这个部落呢，就会慢慢慢慢的扩大，好，然后呢，随着生活的进步，开始出现工商业，我们就会称它叫城邦。好，那城邦兼并到最后，大的吃掉小的，我变得更大。我再去吃掉别的小的，等到我把所有的人通通都吃掉之后呢，我成立的就不是一个城邦了吧？因为我把所有城邦全部并吞掉，那我成立的就变成什么？国家。所以你不要小看农耕这件事情，就是拜托老师，他就是种东西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从农耕到定居，到聚落、部落、城邦到国家，这个是人类国家出现的演变。好，那再来，农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从采食到产食，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完全依赖老天爷，我们可以自己生产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吃的东西，从采食到产食。那这个第一个呢，代表的是生产的突破。同学，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专有名词，我们称之为叫新石器。革命，革命就是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变化。好，第二个，因为种下去之后我就没事干了，然后我们就整天在那边聊天，聊什么？
你觉得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开始幻想，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开始想说，天哪，外面看起来乌云密布，就跟现在外面一样，哦，黑黑的，等一下会不会下雨？会，下大雨，啊，结果把我的农作物给淹没了，淹了，然后根都泡烂了。那在下一次乌云又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害怕？想说完蛋了，是不是又要淹没了？根是不是又要泡烂了？你是不是又会害怕？你会害怕，你又没有能力，怎么办？拜拜，祈求老天爷。所以就开始出现什么宗教信仰，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时候的人类社会变得已经更复杂。那这一种什么宗教信仰啊、社会伦理啊、社会组织啊，这个我们一概称它叫做文明。哦，对不起，对不起，文化。什么是文化？宗教信仰。什么宗教信仰啊，社会组织啊，哦，这些都是。好，那第三个呢，给同学一个小小的观念，这些作物一刚开始我们一定是从简单好种的开始种。那什么叫做简单好种的呢？就是根茎类作物。然后慢慢的才变成谷类。好，清洗下来。OK， 好，所以同学，为什么我刚给你讲农业要打五颗星？它太重要了，它是一切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没饭吃，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嘛。好 ，OK， 所以农耕很重要哦。农耕定居，来我们回头看讲义哦，哈，农耕定居，饲养家畜，开始形成聚落。好，那种植的作物我们刚刚也讲完了。对外关系已经慢慢的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拓展到东南亚，从采食进步到产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一下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好，第一个讲义23页，我们翻过来。好 ，V。台湾的新石器时代，第一个，请注意，我们把新石器时代分成早期跟中晚期。好，早期跟中晚期，我们要念三个文化。好，第一个，早期的，第一个哈，大笨坑，来，同学填空格。好，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大笨坑在哪里啊？来，下面要继续写哦，新北市的八里区，就是跟十三行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区啊，八里区。好，距今7000年前，第一点，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好，第二点。陶器制作喜欢以绳纹当作装饰，同学有看到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绳纹。那这个绳纹怎么来的？装饰或者为了要握。那我们知道那个陶器啊，它做好之后它要日晒，
但是可是空气受热会膨胀，会容易裂开，所以我们还会拿一些简单的工具，利用绳子缠绕在木拍板上，在还没有干的陶器表面拍出花纹。那一边拍还可以一边把空气拍出来。那这个空气被拍出来之后呢，如果我拿去烧，它比较不会，空气不会热胀，它就不会把这个陶罐给崩破哦，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一种所谓的绳纹纹饰。那我们就称这一种陶器叫做请填空格粗绳纹陶。第二点，陶器制作喜欢以绳纹做装饰，又称粗绳纹陶文化。粗绳纹陶，第三点，请同学拿红笔帮我写进去，要拿红笔哦。好，我们要写什么呢？就是这个大粪坑，它虽然在巴黎被发现，哦，它虽然是在巴黎发现的，但是当时候台湾跟中国因为相隔不久，我们还是当时候台湾还是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啊，他们有规定只能来台湾的大粪坑吗？没有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粪坑文化，来填空格哦，红笔哦，第三点填进去，分布最广。同学，请帮我记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粪坑文化不是只有在大粪坑，不是只有在巴黎，台湾的整个西海岸，台湾的整个西海岸，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大粪坑。好，第四点，虽然已经出现农业了，但是同学，这个农业是原始的，种什么？发现根茎作物，种根茎作物。根茎类，好，根茎作物。好，这个是大粪坑。来，我们看看图片。我那个大粪坑，它的那个陶啊，已经会利用拉胚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口部会看到一些流畅的横纹。哦，那个就是右下角，甚至这个还蛮厉害的。这个是织布的时候用的纺轮。好，那这个就是粗绳纹陶。你会发现那个纹路不是非常的细致，但是已经有出现，好像隐约有点规则，哦，所以我们就叫它绳纹陶，是它比较原始，所以就叫粗绳纹陶。好，好，再来，大粪坑在哪里呢？在十三行博物馆的后面。你现在看到这栋建筑物，白白的这个建筑物这边，这个地方。好，现在我打勾的这一栋建筑就是十三行博物馆。那你沿着十三行博物馆它的墙壁对出去，这个位置这边就是大粪坑。可是为什么十三行盖博物馆，大粪坑没有盖？因为大粪坑上面是蒙阿波，这边都蒙阿波，所以不能拍得太清楚，有点恐怖。那你总不能为了挖大粪坑，然后把人家祖先牌位，把人家文化波全部都搬走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大粪坑遗址在哪里？观音山的半山腰，也是巴黎啦。好，全台分布最广，只是
不大能挖，而且因为西半部海岸线几乎都开发了，你也不能拆人家房子，破坏人家农田嘛。好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大粪坑的位置哦，就在这边，在十三行的附近，对不对？你们应该比较能够理解十三行在淡水嘛，在淡水的对面，然后旁边下面这边就是大粪坑。好，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要认识的第二个文化在这边，请填空格，同学，原山文化。好。圆山文化地点台北市，就圆山，好，就台北圆山捷运站，距今4000年前。好，圆山文化我们怎么样理解？旁边那个陶器罐不用理它哈，你就知道它是新石器，反正新石器就有陶就对了。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哎，为什么那个图不见？好。这个是圆山文化人生活的情况，你们看到地上丢了很多什么？哎，贝壳。为什么会有贝壳呢？因为以前圆山文化人是住在湖泊中间的一个岛，同学，这是一个湖泊，他就住在旁边，我们假设就住，就刚好住在正中间，好不好？啊，只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住在一个岛上，好。哎，我住在岛上嘛，这样住在岛中间，这样也很奇怪哈。好吧，假设是这一区，好，这是一个岛，好，那我住在这边，后面是什么？后面是森林嘛。湖泊是不是有水？所以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边湖泊边的空地。所以我有两个生活重要的来源：第一个，去山里头采集，放火烧森林，烧出一块空地，就把森林烧了，烧掉之后烧出一块空地，那我就可以农耕，我就可以种东西。那再来第二个呢，我就到湖泊里头去挖东西。那挖啊，我拿东西去补嘛，就会发现湖泊里面都是什么？湖泊里面最多的就是这个贝壳。好，所以两个问题问同学：第一个，这个岛叫什么岛？这个岛其实是一座山，什么山？观音山、阳明山？哎，不是，它就叫圆山。啊，这湖泊是哪里？这湖泊在哪里？台北有什么湖？这不是什么台北神秘的湖泊，同学，这个湖泊它就是台北盆地。台北盆地在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它是一个湖泊。那后来呢？因为淡水河切穿台北盆地的关系，所以湖泊本来里面都是水，结果因为被切开了，所以水是不是就漏掉，就跟着淡水河出去。那出去之后呢，土地就漏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就住进来了。所以同学，圆山文化人他们捞到的那个贝来自于什么湖啊？就是台北湖。说什么是台北湖？我没听过。台北湖就是后来的台北盆地。一定要会，好。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是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在模拟贝种的生活情况，他们就是会煮那些贝吃了就丢，因为壳不能吃嘛。那你知道人的骨骼、人的牙齿、骨头跟那个贝这种有钙的东西，它是最不容易消失的，它是最不容易不见的。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原山文化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贝壳啊，这就是贝壳的蒙阿波，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贝种。请同学填空格。所以第一点，以原山贝种为代表。好，然后同学帮我把那个底下什么，或是你可以在贝种的后面帮我写上台北湖、台北盆地，黑板，台北湖、台北盆地，你帮我在那个圆山贝种的后面写上台北湖或台北盆地。写上台北湖或台北盆地 ，OK， 帮我写在圆山贝种的后面，好。你要知道那个贝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要想说就随便一个湖边随便住，才没有嘞！这个是台北盆地非常重要的那个哎、欸，就是很重要的证明。好，好，再来第二个，以狩猎渔捞为生之后呢，开始进入了农耕生活。那这个农耕生活，同学你看哦，它比大粪坑厉害一点点，它已经会种谷类作物，把谷类两个字圈起来。所以同学，如果今天有个题目他给你，他说一种人类只会种根茎类作物，另外一种人类会种稻米，那谁的时间会比较早，你是不是就可以判断根茎类，对不对？那我现在知道大粪坑时间比较早，我知道圆山的时间比较晚，那我就可以推得出来大粪坑是什么根茎类，圆山是什么谷类，这样可以吗？好，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圆山。第一个我就是注意一下，再看一次哦，注意一下地点，在台北盆地的正中间。同学，他们以前就是住在这里呀、啊，啊，台北盆地就是一个湖泊啊，对不对？好 ，OK 哦，好，然后再来就陶器，就是简单的啦，反正新石器都有陶器。好，好，再来第二个，这就是贝种生活的情况，就长这样子。那他们就已经，你看会用火，是不是熟食啊、然后简单的农耕这样子。OK， 好，这个是圆山。哦，那再来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是卑南文化。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待会儿从卑南文化进入到金属器时代。好，那上半节课呢，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嗨，各位同学，欢迎回来。好，接着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且在东部的这个文化，我们称之为卑南文化。让我们来看一下。好，卑南文化的地点其实它在整个台东的南侧。那刚才我们在台东这个范围已经有提过。另外一个文化就是长滨，但是长滨啊，它比较北边，都是台东哦，和台东很狭长。那长滨在北边，卑南的话呢，在比较南边的地方，同样都是台东，但是位置不大一样。好，所以卑南文化第一个空格，先请同学填进去。那这个卑南文化怎么被发现？其实早在日治时期就已经有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迹可循，就是有遗迹。那有鉴于在日治时期来不及做太多仔细的调查，所以
卑南文化最终是在当时候为了要盖台东新站，就是要盖台东火车站，施工的过程不小心被挖到的。那当时候挖到了什么呢？这个东西，左边的，好，挖到左边的。那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不是现在的人类会使用的，所以当然就被要求停工。结果一挖下去，发现哇，一整片全部都是这种石棺。哎，这个石棺很酷的是啊，第一个，这个石头哈，它本身呢不是台东地区所产的天然石头，就是台东是没有这种板岩的。那这个来自哪里呢？来自中央山脉。是在中央，从中央山脉扛下来的。那你就会想说，天哪，为什么会有人要盖一个棺材，石头还要特地从中央山脉扛下来？代表这个人的身份应该很不一样，对不对？好，啊，再来第二个就是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棺材呢，有大有小，代表它是量身打造。再看，结果我们发现棺材里头的那个人骨旁边都有很多的玉。好，那玉的话呢，从最简单的开始，玉做的手环、戒指、项链、头饰，但是当时候在这些所有的玉器当中，我们发现最特别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叫做玉珏，好，玉珏是什么？给你猜猜。我们先看哦，这是一只有点像猫科动物这样子啦。啊，底下是，哎，我画到人头去了。这个这样。这样，就是一只有点像猫，有点像狐狸的，啊，底下是两个人，啊，这要干嘛？这特别，什么是玉珏？珏就是有个缺口，而且这东西是耳环，耳环怎么戴？这里有个洞，你们看到？就把你的耳垂，好拉着，然后把这个玉珏颠倒过来，猫咪朝下，开口朝上，然后呢就把它塞进去，就是它长这样子了，这样把它塞进去。假设这是你的耳垂，这是玉珏，不是会有个那个开口吗？不会有个开口吗？就是塞上去，就这样。你想说哇，啊这个人。他耳朵又戴那两个玉，那这个玉啊，就这样塞上去，啊，走一走，不会掉，很奇怪，对不对？那再来第二个，你又戴玉的手环，然后戴在手臂上，好，手环、戒指、耳环、项链，还有头饰，啊，你戴这么多玉在身上，不会被抢哦？那这个玉珏，它如果掉了怎么办？难道你耳垂都很肥吗？都会卡得很紧吗？掉了怎么办？为什么不会掉？为什么他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同学，因为这个玉是给谁戴的？是陪葬品，它是给死人戴的啦。那你给死人戴这么多东西，要干嘛？让他一路好走啊。所以同学，我们刚刚讲到量身打造，我们讲到这个玉珏。我们看到就是量身打造这件事情，而且他身上有很多的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卑南的社会当中一定有什么存在，阶级，对不对？啊，第二个，有钱的才能够带这个玉的东西嘛，你才能够做这种石板棺嘛。好，啊，再来第二个，我们刚刚讲这个玉要干嘛？
让你一路好走啊，可以去收买那个什么阴间的一些那个管阴间出入口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可以干嘛？代表什么？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嘛，好 ，OK， 好，所以来，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文字叙述。第一点，讲义23页，槟榔文化第一点开始哦。发现大量石板棺材，同学把石板棺材画起来。石板棺材。好，第二点，哦，继续哈，墓葬显示社会已经出现地位尊卑的划分。同学，地位尊卑的划分画起来。地位尊卑的划分划线。好，第二点，喜欢使用玉器，把玉器圈起来，然后。请同学帮我在一跟二前面都打上星星记号，这是最喜欢考的。好，第三点，有长途交通的能力，哦，这个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好，那第四点呢，有大型的聚落，而且不止大型的聚落，他们还有大型的建筑物。好，那这个聚落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说。好，现在同学继续看。当时候我们还有发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棺材里头的人打开，就是棺材打开了，然后我们发现里头的人啊，全部都这样子，都是这样埋葬的，不是插在土里头，是他们的脚都会朝向这一座山。为什么他们的脚都要朝向这一座山？因为这座山是卑南文化的圣山，名字念起来有点诡异，它叫都兰山，翻译成台语不是很好听。那么，那为什么会通通脚朝都兰呢？就是他们希望死之后可以走上都兰山，他就在这里，然后山神就会把他接走，这样。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有大型的聚落，这怎么证明的？就这个东西叫石柱。其实卑南文化又可以叫做巨石文化，我们发现很多石头打造出来巨大的东西。那这个呢是日治时期的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一开始他们也不了解这些石头要干嘛，他只觉得一定有某些意义，但是要干嘛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他们就去研究，发现第一个都朝都兰山，哦，可能有一点神圣的意味在。第二个呢，他们发现这些石柱上面都有一些小孔，会有一些痕迹，那他们就去想，这个是什么的可能性？哎，结果发现啦，就这个呢，很有可能是当时候房子的柱子，那个孔就是用来绑绳子、绑屋顶的。那为什么要朝都兰山？你家门口朝圣山，感觉有波比啊，是吧？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比较能够理解这个石柱是做什么的。那这个是巨石文化的一环，你就沿着花东海岸线开车，一路开，你就会一直看到这些石柱。好，有没有？就这样。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是扫把石柱啊，上面就是那个屋顶，啊，底下就是他们的房子。那个。屋顶一定是用草去搭盖的，啊，那个当然现在都已经不见了，就留下石头，啊，这上面都有洞，你仔细看都可以看得到。好，所以第四点有大型聚落，哦，这个也是卑南的特色。好，文化关联，来自中国的华南东南地方，同学最后一句话请划线，与长滨文化没有关联，看到了吗？那我再问一句，那跟现在的台湾人有关吗？也没有。所以就是结论一，长滨文化人跟现在有没有关？没有，因为太远了。二，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比如说卑南文化的人跟卑南族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哦，都没有关系。好，那他们跟我们没关系，可是他们跟长滨文化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通通都没有关系。OK， 那我们人到底哪里来的？到底哪里来的？哦，要出现了，金属器时代。到底谁跟我们有关系？金属器时代，来讲义24页。不好意思，先请大家帬我翻回22页。好，我们来看一下金属器时代。同学，时间更接近现在喽，距今2000年前。你会的，我也会，对不对？石器、骨角器、陶器，这有什么了不起？第二点，打星星记号，已经会使用什么？铜、铁、金属器，把铁器圈起来。哎，同学，你觉得会使用金属有什么了不起？很厉害啊，金属感觉很值钱，是吧？才不是嘞，金属跟石头比起来有什么特色？哎，比较坚硬，啊，比较坚硬是不是？比较能够开挖，你比较能够挖得深，对不对？代表什么？生产力提高，写进去。生产力提高。甚至啊，你知道那个13行人已经知道炼铁这个技术更厉害，所以铁器可以让生产力提高，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其他的发明，可以去做其他的创造，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生活也会变得比较复杂。好，生活概况第一点，聚落比较有规模，因为人比较多嘛，生产力比较高嘛，哈。二，不同类型文化成为现今原住民各族的源头。好，第二点打勾。三，经济生活以农为主，渔猎为辅。OK， 好，翻讲义24页。好，翻过来，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台湾的金属器时代喽。好。金属器时代呢，我们要学3种文化。同学，请帮我，请跟着我看一下黑板哈。好，哪三种啊？来，第一个，北部，写下来哦，13行，在哪里呢？新北市八里区。再来，南部叫做鸟松文化。鸟松文化在台南永康被发现的。东部晋埔文化在花莲发现的，同学记得把台南圈起来。花莲圈起来，十三行文化的特点，第一个跟刚刚一样，除了使用石器、骨角器、陶器之外，开始使用铜器跟铁器。好，第二点打星星记号。这个十三行文化，它当时候被发现是因为有，就是本来要盖那个巴黎的污水处理厂，好，
那在勘场的时候呢，就有一台我们国军的飞机飞过上空的时候，结果那个飞机的指南针像见鬼了一样，一直乱转，就这样一直乱转。那你知道吗？这个指南针受到磁的影响，那开飞机的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磁场一定怪怪的，不然那个指南针怎么会转得跟电风扇一样？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当然呢，有经验的就会知道，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磁啊。那么就去查，就后来发现底下就找到了那个炼铁炉，就是十三行那个著名的炼铁炉，就他们才知道说啊，这个地方原来是金属器时代人类所留下来的遗址，而且它因为还没有被破坏，所以学界就振臂疾呼，应该要抢救这个遗址。可是本来又说好要盖巴黎的污水处理厂，所以曾经引发非常大的抗议行动，就是污水处理厂可以迁啊，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化遗迹？可是又有人觉得说，它就只是一个遗迹，以前的人留下来的东西是要干嘛？不如做污水处理厂，让大家生活更好。好，那后来就是在双方大家讨论之下得到的共识，就是要把原本巴黎污水处理厂的原址留下来，就盖了现在的十三行博物馆。所以十三行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就是靠铁这个磁性啊被发现，金属的磁性。好，所以第二点，我们从出土的铁渣炼铁场所说明十三行人已知冶铁，这个很简单。好，真正重要的五颗星的是第三点。来，第三点，同学打星星记号。我们在十三行开挖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好多台湾人应该制造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说玛瑙。玛瑙是当时候东南亚比较常见的珠宝。好，那再来是青铜。同学，铜跟青铜不一样哦。你帮我把青铜圈起来好了。同学，这个铜器，我们台湾自己可以制作。这个没有，这个在中国。好奇怪哦。啊，为什么中国的东西会出现在台湾？为什么？很简单啦，交易嘛。交易？怎么交易？十三行人去买卖哦。对，十三行的人当时候他们已经有办法去买卖了，到中国去交换物品。因为啊，十三行文化这个时候，这个你们可以不用会啦，但是以后很好用。大概是中国的宋朝啊，宋朝人，你知道宋朝就是文化经济各方面已经都很发达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台湾的，就是史前人类，然后我们还在史前，他们已经到宋朝，那他们就会到中国去进行交易，就会带回来一些台湾不能够制造但是外地能够制造的东西。所以这东西为什么出现在台湾？因为交易的关系。十三行这个地名，这个行，它就是船头行，它的命名是来自于清朝啊。当时候台湾跟中国会进行交换贸易啊，所以有这个名字，所以它才叫做十三行啊。好，然后。所以同学第三点打五颗星了吗？有物品交换往来，所以显现十三行人与岛内或中国大陆沿岸有交易。好，那第四个一样有农业。好，补一个五，五，来补一个五。同学，他们住什么？叫做甘蓝式建筑。
来，什么叫甘蓝式？长这样，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你仔细看，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些空间。简单的讲，就是房子长这样。这是房子，底下有个木板，这是它的脚，然后这是楼梯，就这样爬上去。哎，为什么要把房子架高啊？这个是实，这个这上面这里都是那个稻草，好啊，这是实际的房子，啊，这个是他们架出来，这一片就是这一片，就是这个地方，就这个位置，就这边。为什么要把房子架高？要干嘛？通风，因为台湾啊很潮湿，很闷热，容易长什么？虫虫跟香菇，然后虫虫、香菇还有蛇，这些东西长一长，如果长到你家。哦，你家就很热闹了，你就朋友变很多，有虫又有蛇，还有香菇，嗯，那我们当然不欢迎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把房子架高，底下保持通风，这样子呢，屋子里就比较不会有菇，比较不会有虫。那架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蛇爬不上来，因为蛇它们能够爬的木头是圆形的，我们就把木头打造成方形的，蛇就不能爬了。所以这个甘蓝式建筑是为了因应湿热的环境。所以同学，请你帮我记得，只要是湿热的地方，都是住甘蓝式建筑。OK， 好，那再来十三行还有什么？我们来瞧瞧。哦，第一个在这个屈肢脏，这就是当时候挖出来。为什么要屈肢脏？因为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是缩着的，我们就是这样缩着的。那他们觉得这样子的葬礼可以把人类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像我们在妈妈肚子里。但是我个人觉得十三行最酷的不是这个屈肢脏，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只有身体，没有头。他说：“哦，那很简单嘛，就头没有发现，头不见了。”哎，也没这么简单。仔细再看，头跟脖子相连的骨头，头不见了嘛？那是不是剩脖子？结果我们发现那个脖子最上面那骨头啊，它不是看起来很像自然断裂的，因为自然断裂一定会有一点凹凸不平嘛。它不是。它非常的平整，超平。为什么会这么平？只有一个可能，刀子削的，刀子削下去。那我们就把骨头拿起来看嘛，就发现，哎呦，好平整哦，这有点不像像折断。你看，如果你先把一张纸，对不对？你这样随便撕，它一定不会是平整的吧？那如果我们如果用刀子去切，那条线就会很平整。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啦、啊。哎呦，为什么这个脖子这个地方这么平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一定是用工具砍下来的，所以代表什么？战争。代表这个地方应该有战争。好，好。然后战争又意味着什么？就是什么部落扩大、冲突变多啊，也代表人类呢已经开始居然会使用这些金属器来当作武器。然后再来，比如说还有这个陶罐，你看这个陶罐已经不容易了吧？同学，这不是灵异照片哎，有人脸，你看得出来吗？你看到？哦，还有那个帅气的刀疤，你看到？对不对？拼起来之后发现，妈呀，居然是一个人面！哦，你看这时候的陶器的制作，而且你看它这样子，哇 ，S 型身材，是不是？好，再来有什么炼铁？就是那个炼铁炉。十三行的炼铁炉，那这个十三行的炼铁炉呢？哎，恰巧就在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吧？哦，大考那个师大新测中心是不是借了我们的图？然后他就拿了这一张，哎、啊，你们看到就是有陶窑的遗迹，对不对？哦，然后陶器罐烧的地方嘛，再来就是炼铁炉，哎，好妙哦！还有中国铜钱，台湾呢？台湾哦，居然有中国铜钱，
又有炼铁炉，我看到炼铁炉是不是跟刚刚这一张？有看到这个？是不是一摸摸一样样？对不对？所以答案就是谁？答案就是十三行。十三行可以算是，就是这几个史前文化当中出题比例非常高的。好，好，再来。好，再来这一张图呢？哦，左边这一张，你们讲义上面有。那同学，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我带你圈了，好不好？你帮我把我们今天有学到的圈起来，好不好？来，一起圈。十三行，大粪坑，圆山，然后呢，网形，看你要不要学啊？不用就也没关系。好，那个国中不重要。好，再来左正。左正，好，东部的话呢，晋浦，晋浦，再来，卑南，你可以不用换颜色，我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PPT 要清楚一点，所以我才要换颜色，你就通通把它圈起来。那当然，如果你要分成旧石器一个颜色、新石器一个颜色、金属器一个颜色，啊，那更好。好，那接下来教大家看一下右边的这一种分布图，左边代表数字。底下代表的是地区，那你看哦，那你觉得这个物是什么文化？这个物呢，怎么看？时间是不是有万？是不是南部？然后东部，对不对？跟网形文化同一个时期，所以同学对照过去这个物啊，应该是长丁。那你可能会想说，老师为什么长滨会跟南部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刚讲佐证人，他可能是翻山越岭过去的。好，再来是乙，那这个乙很厉害哦，他从北部到东部都有，他是全台湾分布面积最广的，你看到吗？他从北部到东部全部都有，那这个乙就是什么？哎，乙就是大粪坑了。那最后一个，最后两个，再来这个，你们看到它的时间，它是丙，然后在东部，时间呢，跟什么麒麟，有些你可能不知道，东部，你还有学到，啊，对不起，这里有个丁啊，对啊，难怪我们，它应该通常会先讲丁。那同学，这边是大粪坑，这个位置是大粪坑，对不对？那所以。差不多时间都是几千年，这个丁是不是在北部？你看它对到北部，所以这个丁就是圆山。啊，你圆山同一个时间哦，你看它是不是同一个时间？你平行对照过去，这一块，这个是谁？这个当然就是卑南。最后这个就是十三行。时间最接近现在，对照一下是不是北部？所以这个图考试的时候如果出现，你就记得从两个部分去思考：第一个地点，底下的地点，好，这个部分，从地点去讨论，再来从时间去讨论。啊，通常最喜欢考的是大粪坑，因为从台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部都有大粪坑。OK。好，这个是最近的发现，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吧。好，在宜兰苏澳，我们发现了这个汉本遗址。那我们根据遗址里头的东西呢，推测这个应该是属于十三行文化系统。那今天呢，我们跟同学介绍了旧石器、新石器，还有金属器。那很快的，同学跟着我想一下，不用看课本。旧石器我们念了什么？啊，我们念了长滨文化。那长滨文化有哪些特点呢？第一个，万年以前，对不对？再来第二个呢，它发现于台东长滨乡，那么它是全台湾的史前文化遗址当中时间最早的，
然后它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一样，敲打石器啊、鼓角器啊，以致用火。最大的特点是人从哪里来？台湾跟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台湾海峡相隔，所以他们是走路过来的，也证明台湾跟中国是相连在一起。好，那么长滨文化人他们跟现在的台湾人有没有关系？噔噔，没有，请不要忘记了。所以旧石器晚期我们念长滨，那新石器呢我们念什么？我们念大圆碑。这三个文化，大笨坑、圆山、碑南。大笨坑在台北新北市的八里，对不对？出神文陶分布最广。那圆山的话呢，在台北市的圆山，可以证明了从圆山文化的背种，证明了台北湖，就台北以前是一个海生的环境。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碑南文化。碑南的话就在台南的碑南地区，那碑南文化就结构复杂很多，因为它是新石器时代最晚期的。那结构哪里比较复杂？石板棺、玉器、宗教信仰、社会组织，还有一些长途运输的能力、交通的能力，跟那个石柱。那石柱是什么？是聚落，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文化它复杂的程度，我们可以推测得出它时间的早或者是晚。好，那最后一段呢是金属器时代。那金属器时代呢，我们念十三鸟尽，什么十三只鸟静静的停在树上，好不好？好，十三鸟尽，那十三行鸟松净土都差不多，我们以十三行作为代表就好，一样在新北市八里大笨坑的附近。那十三行第一个，从它的发现，我们知道有金属器的使用，有冶铁炉，有铁器、铜器的使用。那再来第二个，长途运输的能力。所以在十三行里头，我们发现一些台湾无法生产的东西，可能来自于中国或东南亚。然后十三行人住甘蓝式建筑，对不对？同样的，不要忘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器，通通会使用农业，只是早期是根茎类，后面是什么？谷类。OK。那以上呢是今天我们跟同学介绍的台湾的史前文化，那就交给同学咯。回去呢虽然放暑假很开心，但是书还是要加减念一些，那记得复习要打铁趁热，不用花很多时间，但是会加强你的记忆。好，那今天我们的社会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